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咱们今天逛一下狗市，看一看里边的大型犬，走。这仨月长的狗都行啊。这有血统的哦，这啥血统啊？春熙。哦。半年开始换毛啊？黄毛都黄完了，那还是那样了，都没换样了。你这小狗也换呀？啊，跟我换呀，它四个半月都换呀。哦。起来。没法儿，他哪儿给狗舍的？老实。哦，撒开了。他那个腿都那样走路啊？哦。我都是直的，把他腿都那样了。跑远了。真的值钱了呢。全都不来了。过来。过来。起到名了啊！这个重物这个大，你得150斤的哟。才两年，人上集市上不凶啊这。他这个物件你都得玩，你越玩他还越老实，越听话。你看这到家一出来，不也想拉拉的，没到拉拉帮，帮一下。你都得跟谁家去了？家有小狗没的呀？没有没有。都这一个啦？家还有俩。有俩不也叫朋友接到了一个，是哪一个了？哦，家那是母儿锅。家那也是母。嗯，把这给咱卖了，就带我了。这个卖了吗？卖了。我以为拉一下就玩了。卖多少钱呢？人家也压到人行了。哦，1000块钱都卖了。那他妈的给我带，给我一点一都不给了。哦。给我一点。给你卖了吧，不装了。你来了不借了一千五了，那天200块钱那咱老是这家不是姓脑的，这不脑的，哈哈哈哈哈。他说这样子还能再少点，我这压一千五，那是什么姐？哎，那不知道有啊，也不懂。今年。2年了，那什么喝东西怪我了，哎你喝点水一下，哎你别喝点水，吃点亏，哎过去了，哎有个店，你介入找队长不好找，一到今年的面子你这咱都好看了，那时候咱腿毛了，哎这离地儿到这边儿嘛，过得跟那上班一般。因为那时候现在的不行，原来这也长得不一样啊，这行了，这有多少斤呢？这也有100斤。
哦。全部给我八十一，八十一是我，全部给我八十一，再待不下去。你小心点啊！哎，没事。哎呦，给咱给抹蜡没了。啊。不要，给抹了，给这你搬了。我给你后头了，我也抹他在这腰，我也抹。你当啥呀？你看给我这鸡巴神经病，这干啥玩意儿？你自己给他叫我搁家。我点给他叫的。吃的多吧，搁家。吃的多吧。队长，给直接，冷清呗。有小姑，有小姑吗？有小姑吗？叫他保安，叫他保安。这个比较稳定啊，没事，我没事。要有东西哈，你别摸。没事，人不一定，没事。是，不给这个摸。瘦的你还好点。瘦的我不愿意。嗯。你要不给这呢，不用再摸了。摸那家没小锅的，办公的锅也没有办公的。办公的。办公。办公的锅，我都办办公的锅。办哪的锅？那也没。你一个得了狗叼嘞，叼了一个天儿来的朋友过来了，要把钱都卖了。他卖了的？卖了吧？卖多少钱了？压了一千块钱，耽误了。这是包我小狗，我要的我是包。哎。都等着要你的小狗了。配狗，再给我那都没狗，你看那是大威呀，没威的，不管重不重。哦，你还不管重不重？我这不能你接着我那边找你奶奶哟，接着你爹给他退下来，好点了。退下来。搁家给他洗澡呗。哎，谁给他洗过？这个毛身上不上的时候最难看。这个半头毛都拉的皮儿都掉了。哦。掉光了。那接着再掉嘞，那秃的秃的。那别的。掉光了来了。你现在再陪我，给我买小狗吧，小狗。都愿意养小狗，你看。家那个陪狗了吗？家那个没陪。这里人家没有买小狗好的。你一个小的，到他家来。给你这一天。不是。你不是一天吧？一天八百。那你都买小狗多好哎。你本金了吧？陪狗长点劲。太麻烦。后来进来，那边养过来，那边养过来，你这是不是光想养？不想花钱，不想花钱。没门。